号七的整数部分是 A， 小数部分是 B， 则下列何者正确？同学在学这个平方根的这个单元的时候，你要很深刻的概念是完全平方数，完全平方数。完全平方数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一小于二，小于三，小于四，小于五，小于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本来想要写到十六的。好，那么如果说把这些数目字都开根号的话，那么这里有一个根号一，根号二，根号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有一个根号四。好，这里呢九呢就是根号九，那么后面这里有一个根号十六。我们知道四一九十六是完全平方数，完全平方数这里开出来是二，啊，这里开出来是三，这里开出来是四。啊，这个一的部分呢，它就是一，一乘以一等于一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一会小于二，啊，是这样子的概念，这里大家都没有问题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也会是这样。好，题目这里说是根号七，有一个根号七在这里，我这里稍微讲多一点。其实你程度好的话，你大概就不用我讲那么多。好，但是我们希望程度不好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听得懂的，意思是说根号四会小于根号七，然后会小于根号九，这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么根号四等于二，根号九等于三，所以根号七呢是介于二跟三之间。那么根号七它的整数部分，因为它就是二点多多多嘛，二点多多多，所以说它的整数部分呢，应该就是整数部分，我们就判断是二。那么小数部分是多少呢？小，好比说，我们说这个题目是 a 加 b，a 加 b 会等于根号七，对不对？这是整数部分，这是小数部分。如果说这个 a 呀、啊、，a 已经是二了，加 b 等于根号七，所以 b 呢就会等于根号七减二。这样子有了解吗？有了解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算出来了，这个从这里判断整数部分是等于二，这个地方 A 啦， A 等于二，这个地方是错的，有三就是错的，这里也是错的。好，我们这里选 B， 答案选 B。